我也不弄，我就是没得我长得精的。妈妈，爸爸还说你丑。你不丑。燕儿，快洗。嗯。可。明儿娃，你那儿干啥子？去把内裤儿洗了嘛。你搞错没有？我又不拿，怎么可能你喊我洗内衣内裤儿？我让你来干啥子呢？你别来笑。那你终于该养噻，你要弄作业嘛还是洗嘛？ 我弄娃儿，你去洗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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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说你别难过，这儿要检查的过年了。你要洗好，给你的，你就多求下子。儿子，你要认真做哈，等会儿我要检查哦。你要做的不好，我要打屁股哈。好。快点做。爸爸，这两个字是怎么拼的？吃糖，吃吃，糖糖，弄简单的你都要问我。 我正在学呀，我不知道我才问你。如果我全都会的话，我读书干嘛呀？你要注意你的很，那么小一个娃娃儿，不小心我打你哈。<笑>爸爸，那么小声点。你吼啥子嘛？吼你别听嘛，就是噻，叫你住。嗯。报应，霸王，报应。 爸爸，这个鱼池大鱼小鱼，还可以住什么啊？就住大鱼小鱼嘛，就够了噻。你还住好短，啰嗦的很你娃儿。你不要这么凶嘛！你再跟我吼啊！我要告你，妈妈都不会打我。你对我没有一点耐心。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起啊！我怀疑你是不是我的儿子，一点儿都学不到我的精力。我要告诉妈妈。 说我是你和别人生的，看见不着你，你来干些啥子啊？你也来啥的？你要干啥子你？你要跟我说啥子啊你？我说啥子嘛？不求干，娃儿也不弄。我就说没得我长得精的。妈妈，爸爸还说你丑。你不丑，你还会编你？快进来。 开不完成我惦记了你就，啥子都不干，还摘东西，这些泥巴弄干了，摘来咋地的活嘛？干了都别干。你个神经病！你要挖啥子？我找了东西了，还要我这的啊？你是长出来没有嘛？哎呀，只有我，你看不见，还有我烂的。长不出来，你你给我滚出来！我是长不出，硬是精干这些事的得行硬是。 没得活了，我跟你说。你个神经病！你看嘛，这是啥子？不得活，啷翻都翻起去了。你跟我懵到。四五天了才长长点儿，还长起去了。哎，这有些种子不一样的嘛，有些种子翻得慢的，你硬是。跟你起家伙。那你干事啊？你又在往我地瓜上头踩，阴了粪一天，胖臭的。嘿，要吃的是这个味道，还是弄到我就上瘾好吗？种子啊？没了。 那你要干啥子的？你喊我干地了嘛？要不要去？要去。喊我。爸爸。我们家谁最帅？妈妈。妈妈帅。妈妈饿不饿？妈妈帅。饿不饿？你说饿。妈妈帅。哎呀，跟老子滚，花去了！你还地瓜那些去吃，你不跟娃儿垃圾花干呀？ 谁？我们还做屋头就是没弄没地位的，弄不顺人家眼。哎呀，我回去了，可以耍手机，睡瞌睡，装安逸。走，杨梅。说归说，闹归闹，婆娘娃儿生活要保障到位，挣到几万钱去。多滴点儿灰，出盘五斤。今晚上落雨了，就不应分了的。 看着我栽出去干啥子？陈老姐，今天晚上我给你炒过我的辣手菜，鱼香肉丝，没鱼的哈，下大葱，下糖醋水，炒转，起锅。 好，吃饭。陈老姐来噻，商议一下嘛。嗯。
味道还是走人的。走人呗。九整，我打10000分。看到没嘛？你找到我这种男人，夫复何求？你好幸福，现在你饭都没弄尽，是我弄。嗯，喝了就是我干。那些都说七年之痒，十年之痛，但是我们还是有话来摆，还是有家来讨，还是过得很浓哎，是不嘛？哎呦，我看来我眼睛冒光，还是有我噻。嗯。二两少掏的，少说的。我眼睛又没瞎，没得你的。少发的火，你看你那么跟你这样，身莽子似的长疮。